十一题，如果你有答案的话，他也给我啊。第十一题的答案是什么？大家看一看，这个是一个速度时间的 graph，这个是一个 up level 的 graph，他要我们找回距离啊，jumlah jarak total distance，所以这个是什么答案呢、啊？你可以给我十一题啊，一题吧，这个全全了。这个是一个 how large massa 的 graph velocity time graph，它要我们找回距离，距离到底是多少？OK，再来，距离，所以这个是它走的路，它怎么说呢？那个 graph，这个是那个 graph 啊。现在我们要的是距离，它问我们 jarak distance 啊是多少？OK，再来啊，video 开呀，大家 video 开呀，还有吗？学拉有吗？组成啊，建成还没进来呀，到底是多少？video，everybody，佩恩有吗？答案，距离是这个是该我讲 up level 的 graph。如果你要找回去比较 low level 的东西，你看距离是我会称它为比较 low level 的东西，因为直接量就有了的。好，你要找回去比较 low level 的东西，找什么呢？很容易的，找面积。答案确实是 A，很好，因为这是一个三角形，三角形是二分之一长乘宽。长多少，宽多少？其实这个都不懂长哪一个长哪一个宽啊，基本上就是两个边边啊。底层高也是可以的，哦，一个是 t，一个是八哦。对了，哦，如果真的要再继续做啊，二分之一可以乘八啊，四 t 来的。如果真的要再继续做下去啊，对，这是三角形来的。OK 哦，大家 A 来的啊。等一下，我找到一个 video 给你看了。不过我们先讨论了这个先，不然每次我们没有做完那个题目。那个本就当不用写，因为还没有做到。这个好像做了，这么没有写的哦，因为写了另外一份子。OK，等下我给你那个 video 做结尾。不过，哎呦，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一题先。OK，这个是之前我们上过的啊，我们一直没有做到。说这个器具叫什么东西啊？这个叫，你可以看你的课本那哈，没有的话你可以跟着我。我去写，这个是那个 ticker tape 的机，对吗？所以那个机哈，它是可以，它其实是计时的。诶，jangka masa the tape，那一片纸叫 bita the tape 啊，那一片纸 ticker tape 是那一个 tape，那一片纸。哦，这个是 ticker timer，这是它整架机，它是算计时器来的，其实。这个叫 photogate，等下啊，这个你可以写着去先。photogate，这是第二题啊，你跟着我写先啊。第二题啊，subjective 的第二题，如果你没有 print out 的话，你就要写二，然后 a，photogate。OK，它也是一个 timing device 来的，所以啊，它也是一个计时器。它的功能就讲它跟那个是刚才那个 ticker tape 的那个机器是一样的了。哦，timing device measure times of the changes instead of infrared beam 啊，所以它是把光线呢，它是用光线的原理来做计时的啦。可是那个 ticker tape 是用点点点点点的啦，就是这样罢了。OK。说、so, 这个是 extra 的，因为这个在课本我也没有看到，哦，知道一下就好了啦。OK，所、so, 以它是叫 photogate timers。OK，好了，然后呢，B 啊，这个 ticker tape 的 chart 啊，for is obtained from a moving object on the graph，所以呢，有个东西在移动，它用这个 beta 的 date 来算，来就是绑在它尾巴啊，粘在尾巴，然后来算。
它的速度啊，它的距离啊，它的时间这样。所以呢 masa untuk satu detik， 它有时会跟我们重复这一个的，它会提醒你的。 The time for one tick， 你记得哦， one tick 啊，一个 detik 啊，其实是两个点来的、啊、因为要从这边走到这边，你明白哦。时间是 0.02， 所以假设它给你这样，你看到诶六个点啊，你写六就错了啦。记得哦，应该是这样一二三四五来的，一二三四五，因为第一个是起点不算，所以你就要拿五乘0.02，就0.1咯。如果还有11个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 ，OK， 十一个点就是十来的，你记得吗？所以因为从起点开始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这样的话，那一篇纸哦，它的时间是0.2秒咯。OK 啊，好，现在我们来看啊，有时他跟你讲到明0.02，有时他跟你讲1秒50下，你还是要记得0.02就对了啦。OK， 根据它的这个形状 ，terangkan jenis pergerakan linear object itu， 他叫我们解释它的 the type of linear motion 啊，它怎样移动其实是 ，OK， 怎样看啊？怎样移动？怎样看啊？来啊，你看啊，这是时间。主要你要先看哪里是开始，哪里是结尾，对不对？时间这里肯定是零的吗？就讲这里是开始，这里是结束。开始的时候，你看那个点那么近哦，很近是快还是慢？很近是那个东西走很慢啊。啊，远的话是很快，远远才一个，然后就是讲它只被拉到很快。快，也就讲它从慢到快，这个东西确实是正在加速。OK， 所以你看哦，如果它给你的那个 graph 啊，那几篇纸张真的是这样上的话，真的是加速来的。其实，因为这个时间啊定了的嘛，大的时间定在这边，小那个小的号码定在这边啊，定了的，所以这个是加速来的啊。OK， 再来，我们要看它几个点哦，每一张纸一定是一样的。它为什么不一样长？因为它有的很靠近，有的很远嘛，所以一定是一样的。你算那个大一点的容易看，所以这里不算，你要从这里开始，一、二、三、四、五，大致上多数都是用五或者是十，它不会给你一个七这样的，知道吗？很少的啦。然后因为它自己很多小数点它都不喜欢，所以一篇纸是多少呢？一个点是0.02，一篇纸有五个点，所以一篇纸是0.1秒，所以这里是0.1秒，这里0.1秒，哦，这里0.1秒，这样的意思啦，明白吗？每一片纸都是0.1秒罢了啊，很快速啊。其实好，现在我们来看怎样解释，该我们已经讲了从慢到快嘛，对不对？所以这个确实是在加速了哦，所以而且呢它很平均的在加速。 OK， 好， laju bertambahSecara seragam， 它平均的加速啊。Kerana 它有两分，我们要解释一下。Perbezaan ketinggian setiap jalur pita sama。我写了先，然后跟你讲什么来的哈，如果你看不懂 uniform increase velocity increase ok increase in velocity because the difference in height difference of height between thestrips of the tapes are the same. It's the same. Okay. 为什么我们可以讲
难道就肉眼看很平均就平均吗？不是，你注意看这边啊， 3.5 到6哦，相差了 2.5， 再来看这边到这边，6到 8.5 也是相差 2.5， 再来看这边 8.5 到11啊，也是相差 2.5。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肯定它确实是平均在加速，平均的在加速。 OK， 所以我们的解释因为它两分嘛，因为每一条每一条我们叫 Jalobita、啊、Jalobita Jalobita 记起来那个 strips of tape 啊， OK， 每一个 strips of tape 它们的 difference in height 是一样的，他们的 perbezaan ketinggian 是一样， ketinggian 太错了，你可以用你的句子去写的哈，不用跟死的哈，只是重点你要讲哦，每个都是一样的，一样，他们的差别是一样的。 OK， 好啦，就那么它的这个平均速度到底是多少？平均速度啊， laju berapa average speed， 这里其实他应该要问我们加速，不过还没有问啊，这个是数学题来的。平均速度等于总共距离除总共时间啊，大家 OK， 总距离是多少，来，还有总时间，总共距离是多少，你就加咯，这个是 3.5， 看到吗，这个是 6cm 的，是不是，看一下是不是 cm， 他用什么，哎，这么没有写的啊，应该是 cm， 不可能 meter 的，这个好、哦、cm 的、啊、这个你要看表达，他有写的 cm 这样的哈。 OK， 这个是 8.5， 这个是11，总距离就是这几条、哦、全部加起来，知道吗，我写在这边给你啊，你可以跟着写啊。 OK， 总共距离是 3.5 加6加 8.5 加11，总共时间是多少，刚才我们算了，不过其实你要写给他啦，你就算给他。 OK， 5个的 date 乘 0.02， 然后有1、2、3、4 四条啊，乘4 0.4 秒，0.4，总距离总时间，看懂吗，这样按 calculator 就好，这个答案是 72.5 cm per second。 写啊，要跟着写啊，平均速度是总共的距离除总共的时间。OK， 好了吗？我给多你30秒啊，我擦掉啊，没有写完的话，你要快点 stop 我啊。OK， 好，我们来看一看，哎，这一个，来，大家在吗？我应该已经开了声音了，在吗？我会卡吗？现在？哎，后面的 video 全部去了哪里啊？人去了哪里？没有人在。Hi everybody， 我喊你几组成 ？Jensen， 给我一个 reaction。Jensen， 嗨 ，OK， 来，这个是 skydiving， 他们的 course 来的，要不，他不会乱，这个不是只是去玩的，你要去考牌这样的，好像潜水这样咯，不可以只是去玩的，所以你第一次去还给你好像就是考牌这样咯，考不懂啊，几个那个 level 还是怎样啊，这个我看到是 level 的。这还讲 level 1， 有人带着他，还有这个牌的人。
其实我们可以，他可以讲这是 free fall， 但是真正来讲，他没有在 free fall 啊。在科学的角度，它不完全是 free fall 啊，大家自由降落，但是在科学角度不完全是自由降落。你知道我要讲什么？你不知道我在讲什么过程吗？要给它开伞。你其实时间真是很长下的，哦，真的是可以做戏啊，打一下架。还在看它的那个高度。这是 level 2 staying in balance 平衡，共讲平衡啊！我这样看，我手心出汗了，好恐怖啊！这叫 tracking， tracking 是什么？哎，发生什么事情？哇，其实是很快下的嘞。你在我们走之前，它有一个东西啊，你觉得有没有有机会会去关这个东西？他讲，现在啊，你现在的心情去看看 ，OK， 有会不会有刀意刃？你去玩这个。哎，这个是我们可以玩的哈，确实，平民百姓是可以玩，它不是军人还是什么东西，不要讲有没有钱啊，听到我讲话。那你走之前，大家，啊，跟我讲一下，会不会有朝一日你会去玩这样的东西？有没有人会去玩这个东西啊？在你走之前，真的哎，哇，有人讲会的嘞。我可以很直接讲，我是不会，我要玩跳下去不开伞的，不要你不要玩这个东西，不开伞的可以体验，很刺激。你看我这样看，我手湿到完了，很恐怖。李姐不要玩不开伞的，不要。好了，大家 ，OK， 我们下一堂课见，我会再讲为什么
这个在科学的角度，它不是完全在 free fall 啊。OK， 下一堂课见 ，Bye everybody。